大家好，我是曹玉婷医师。新的一年到来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提醒大家，防疫没有假期，与亲友团聚出游时也要做好防疫措施，例如外出佩戴口罩，时常清洁双手，配合登记十连制。如果您正在进行隔离检疫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范，不要离开隔离检疫地点。您可以透过视讯与亲友拜年，祝福心意不打折。最后提醒大家，如果出现发烧、呼吸道症状、腹泻、嗅味觉异常等疑似症状，请确实戴好医用口罩，并尽快就医。让我们一起做好防疫，安心团圆，过好年。